比较差地板啊，是一点便宜的，很刚好，座位还有一点，再站一下，谢谢啊，不用了，够了，一点点。电联车没有电流的那个，要那什么激光啊那些才有。Thank you.
164的细车开车，收到，谢谢。休息十分钟，待定。报单要不要帮我们签名？啊，可以。来，这个问，我只是给你垫子是吧？好，谢谢。
是属于哪个？警察级的？没有，没有，是密山。密山。哦哦，文化局刚好是那个新的，底下切换了之后的线路。这么多天了啊？对啊对啊。那一个礼拜了。对啊对啊。不是之前就要先拍了吗？没有，就是拍它切换之后的线路。哦，之前的还切换过后的比较这样子。然后从成功平交道开始不一样嘛？对对对对对。进站过一个那个成功平交道下去，就岔开了。它那个坡度其实会很高，还好还好，千分之千分之十七还是十八那样子，不会很高啊。因为它就没有做完全地下化，完全地下化那一段坡度就不行了。不，那不行的，它很像。只有一半而已，一半而已，没有全部下去，全部下去，对，因为全部下去那边的坡度肯定。它是考虑到海平面的关系，因为你到时候它海平面上升的时候，水会进到水嘛，不是进到水会湿气比较重，所以考虑到那个问题，没办法做在地下，因为不然那水会一直冒上来，很不好。那边过去就是海岸，对对对对，因为港口很近。因为我看它高度和那个海平面差不多，因为我站在。那个什么港口那边看，那个高度和那高度差不多，因为他刚刚挖的时候，我们会有晚上会在那边，我就会走一走，那个高度差不多这样子，我就在想，可能是他会就是差不多抓这个高度，对对对对对，有时候他太急会渗进来嘛，对不对？还有下大雨的时候排不出去的时候，这个问题。以前那个地方其实会淹水，他那个地方以前会从那边有一个小。那边有个小围墙，从那边水会进来，会进来。就像现在盖的，以前那边都是洗车线嘛。对对对对对对，我知道。对啊，从那边都很湿气很重。对，那边就蛮低洼的。对对对。以前都会淹，是因为哈，它因为它从上面下来，不是它隧道旁边不是有一个以前有一条小河流的样子。就是现在隧道水就现在的那个轨道旁边，我们的旧的。就隧道嘛，新的隧道它是铺起来的，那以前是河流的。后来它疏洪道那边疏洪道已经做好了嘛，那什么延伸疏洪道是不是？那边做好之后，从这边截掉之后，水就是说满起来才会从那边过嘛，对不对？疏洪道那边所以那边水就不会到这边来了。对。所以以前我记得在那边的时候，大概下大雨，那水都就车站里面，对，车站就是我们要去接车那些水都很会淹起来啊，没有很高了，超过多少车轮二分之一就不行了，没有二分之六，鬼面有看不到鬼面就不能，看不到鬼面就不行，就限速5公里了，因为它没水过的时候，那水会淹起来，溅起来就会弄到我们的马底下有的，马达的话就会接地嘛，就是会短路就会停住，就不行了。看不到轨道就不能开，就可以了。你要慢慢的用5公里慢慢过去了，因为我们走的时候水会溅起来，溅起来就会跑到里面，所以我们要慢慢走5公里而已。这个车站也花了不少钱啊。对啊。看车祸。3个。153开车。Thank you.
来一二四，无主开车，收到，谢谢。三五。喂，绿色厂要补票吗？
你要补什么票呢？等一下，因为我现在在第二月台做小宝的一项哎。车上有一个旅客，他持悠游卡，可以请有人来带他去结束目标。第六列车长，麻烦请开车门，还有一个旅客要上车。第六列车长，麻烦请开车门一下，还有一位旅客要上车，谢谢。第六列车长，麻烦请开车门一下，还有一位旅客要上车，谢谢。旅客已经上车了，谢谢谢谢，可以关门了。哎，第六机车长，帮我们开车，谢谢。第六机车长，开车，谢谢。哎，请说，我给您补充，我紧张啊，对。谢谢。他补三块，是我在五车的位置，那女生需要补下，谢谢。在五车的位置吗？好，我去看一下。好，我知道。电车先有电报，好，谢谢。电车那边那个灯那边好，其他正常还好。好，谢谢。对对对，你们纽约折返回台北是不是？对吧？哈，对，我们有那个有电报了。谢谢。刚好看应该是这一班，对，一七。
等一下，我叫他等着。
就提醒开车时间。
要自己请开车，谢谢啊。好，不好意思，我今天替班了，下次就知道让你们早点开，不好意思。好，报告，谢谢。